来猪真的来了，便当店说我们用台湾猪涨，业者趁机涨价，都是因为政府没有遵守说我就让民众知道到底有没有莱克多安，山寨标章一张不到100块钱，原来我平常吃的都不是台湾猪，我到底是从哪里来的？应该像台湾猪，甘薯粉蒸软排骨吧，东西好不好，加入地瓜就知道。 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，周六日晚间7点，健康2.0，照顾你的健康。